早上陆萌跟涵涵一起写作业。小孩又在玩炮，摔炮。今天去丈母娘家吃饭，都阳康了。中午做麻食。太多了呢。这还多。配菜，豆角，土豆。这腌这个是娘嫂娘，还有这么多蒜，糖蒜，这味道没错。木门，三六九，加加酱。刘一涵，三六九，小白豆，没见过，我操，抗原，这俩买的酒，才放了五个，五个都够了呀，啊，这是擦吐嗓子还是吐鼻子？鼻子呀，这是吐鼻子，哎，勉强吧。这是啥？你把拿手表按上头，拿打地上。快点，点四点，一二三。等个收本吗？一个半羊了，羊。弱羊就是羊性。你看嘛，跟我那羊弱好了，弱好了。爸，爸，你给俺妈包用一个吧，包用一个，看，看嘛，有很多呀，我一个男的听你说话声音有点感冒，那也假的，没有你们干嘛不敢睡？啊，你还是一个缸，一个缸嘛，这不是嘛，这是第二个欠账，欠账，欠账，若阳。你给我们包用一个缸子。我一个男的听你有点声音好，有点感冒。俺也俺也没这个羊了，其实在屋。没事没事，你这个也是没啥事。他应该有点狂感冒了。有点吵。这不是妹妹，你看哎呦，你咋这么厉害呢？你会梦会吗？对呀，哎呀，梦都会用检测抗原的。啥？莫比难测？哎，这边还有一个。OK。哎呀，萌萌还真会操作。谁给你教的吗？我妈妈上次给我也，就是给我测了一下，我就会测了。啊！哎呦，朋友们，我拿手机。你看这好吗？马上还没看好呢，这个扔了，奶奶帮我把这个扔了。那个，这个，底级，几滴？你知道吗？四滴以上都可以。就四滴。四。好，四滴就行了，不敢滴。OK。好了，好了，等着吧。等多久，萌萌？不知道，十五分钟吧。十五分钟。差不多。
上了一点点了，不知道以后出现的是什么。好嘞，对吧？啊，你说你几天了？感觉不好受。谁是打工的干了什么事儿？得干活就没劲了。都干俩退伍的。你都是你干几天？四五天。啊，是华兄你一个人的。是把俺都带过的，都好了。我刚才从那带的。是把俺都带过的好孩子有。住哪了？我背。你不要干你那想干活就没劲。带着我好孩子，我啥干？俺这么大个锅粥，妈你别在这儿来，嗯，麻食做好了，剩最后两天了，哎，三十一天。糖蒜多来几个下。你要吃几个嘛？那是一百个吗？你那啥就是一百个。吃一百个。小心酸。你口子全塞嘴，你要咬一小口，咬一小口。一口吃。太辣了。我想尝一下，看我哥吃的香了，也尝一下。嗯，尝一下，看啥味道。能咬弄吗？能吧。漏风呢？漏不漏？咋了？咱算呢？你看你哥吃多香啊！好了，你看这个香不香？这么多了。这么多了。木心，快吃。嗯，麻食，你看你哥吃多香。他还跳开舞了，红眼眼的。木木也跳辣子，辣不辣？有点辣。嗯，再吃个糖蒜。